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川看电影。本期我们来看一部由威尔·史密斯主演的高分悬疑片《国家公敌》。这天清晨，国会议员的老韩照常来湖边遛狗，却看到国安局主管汤姆正在等他。不等汤姆开口，老韩就知道对方是为电信安全与隐私权法案的事而来。老韩认为此项法案严重侵犯了人民的隐私权，所以他不会投赞成票的。汤姆表示他不会要求老韩投赞成票，只请他放手，不要干预别人投赞成票就行。但老韩态度坚决地表示他不会让这项法案通过的。汤姆口口声声说这项法案是为了国家安全考虑，其实他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。如果这项法案能够通过，他就可以当上国安局的副局长。汤姆见对方不识好歹，竟痛下杀手做掉了老韩。男主迪恩是名律师，他接手了一起和黑帮有关的劳资纠纷案，如果按正常程序，这场官司要拖很久。于是他找瑞秋拿到了可以让黑帮头目低头的录像带。瑞秋和迪恩是大学同学，在他身后有一叫老毕的神秘高人，只要有需要，老毕就可以弄到目标人物的监控视频。迪恩也正是有了高人的帮助，才赢得了很多官司。他对这位高人很好奇，但瑞秋始终不愿意透露老毕的更多信息。迪恩把最终确凿的录像带拿给黑帮头目看，本来黑帮头目不屑一顾，但目前他正在保释期内，而且 FBI 也正在对他进行监视。如果迪恩把录像带交给检察官，黑帮头目就会坐牢。于是黑帮头目只好认栽，同意赔款给迪恩的委托人，但他要求迪恩限期内交出拍录像的人，否则遭殃的就是迪恩。面对威胁，迪恩没有害怕，径直给贱人买圣诞礼物去了。这边老韩的尸体被发现，由于老韩做过心脏手术，在他身上也找到了药品，所以警方推断老韩是因心脏病突发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湖里死亡的。汤姆不放心，派人来到打捞现场，暗中关注着案情。手下通过望远镜观察到一个人从湖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摄影机，然后通过车牌号查出车主大胡子是名自然摄影师，正在研究野雁的迁徙习性，所以他在观察箱里放了高敏感光学动作感应摄像机。然而不巧的是，镜头正好对准了对岸的小码头，很有可能将老韩被谋杀的经过拍了下来。汤姆不允许这件事有任何的差错，于是让心腹派出监控专家和侦察卫星志愿把录像带抢回来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对参与的人员宣称是训练行动。大胡子在家中边看新闻边整理录像资料，新闻中声称老韩死于心脏病，而大胡子却从录像带中看到老韩被谋杀的经过。他立即打电话给报社的编辑，准备拷贝一份录像带送过去。汤姆的手下监听了大胡子的电话，确认他手里有录像带后，立即派人赶往大胡子的住处。大胡子提前发现了异常情况，带着拷贝的影像资料从屋顶逃走。汤姆的人在卫星监控的帮助下对大胡子一路紧追。大胡子穿街过巷，慌乱中跑进了一家女性内衣店。此时迪恩正在店里给妻子挑选圣诞礼物。大胡子和迪恩是大学同学，迪恩看到大胡子后叫住了他，并递上一张自己的名片。这时服务员过来打断了两人的交谈，大胡子看到追他的人已经逼近，便将录像带悄悄塞进迪恩的购物袋里，然后冲出了店外。他跑到大街上抢下一辆自行车逃命，但很不幸被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撞倒，当场死亡。迪恩在天桥上看到被撞身亡的大胡子，不禁感慨万分。汤姆的人在大胡子身上只搜出了迪恩的名片，没有录像带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在大胡子家里找到了录像带的原件，但有一份拷贝件下落不明，因此推测拷贝件现在应该在迪恩的手里。他们调出内衣店的监控，看到大胡子确实把什么东西放进了迪恩的购物袋里，但至于是不是录像带不好判断。于是汤姆的人扮成警探上门询问迪恩，他们谎称大胡子涉及一起恐吓案，怀疑他生前把一些敏感资料交给了迪恩，然后要求检查迪恩带回来的购物袋。迪恩表示大胡子没给他什么东西，在看不到搜查证的情况下，他拒绝警探的搜查。汤姆的人见迪恩不好对付，只好离开。对方走后，迪恩疑惑地拿出购物袋，但并没有找出什么东西。他们猜测现在的情况有三种可能，要不迪恩准备公开录像带，所以才拒绝搜查，要不就是大胡子给了他录像带但他还不知情，又或者他手上确实没有录像带。但不管是哪种可能，他们都需要确保万无一失。他们了解到迪恩最近接手了劳资纠纷案与黑帮有关，他跟瑞秋在大学期间是恋人关系，现在私下仍有联系，关系暧昧，而且有资金往来。于是汤姆准备从这些情况入手，让迪恩没有泄密的可能。监视迪恩的一举一动，了解和掌握他的生活是第一步。汤姆的人趁着迪恩一家外出时潜进家里装上了监视器，他们翻找购物袋但没有发现录像带。离开时他们又把家里打砸一通，造成是黑帮报复迪恩的假象。隔天他们又把带有窃听器的手表、手机和钢笔与迪恩的掉了包，因为物品一模一样，迪恩毫无察觉。接着汤姆的人利用媒体造谣迪恩参与了黑帮的洗钱活动，并公开了他和瑞秋的暧昧关系。他们这样做就是想毁掉迪恩的名声，即使日后迪恩公开了录像资料，也没人会相信他。迪恩因为和黑帮有牵连被律师事务所开除，妻子看到报纸也大为恼火，因为四年前迪恩就曾婚内出轨过瑞秋，所以妻子对他们仍然暧昧交往的事情深信不疑。
便百口莫辩，被妻子赶出了家门。他来到酒店开房，却发现所有的卡都被停用了。迪恩认为他的生活陷入混乱，和那盘黑帮头目的录像带有关。于是他约战于秋，想谈谈关于老 B 的事情。他们的人监听到他们的见面地点后，提前守在广场，对他们的一言一行进行监听录影，从而也得知了他俩身后还有一个神秘人老 B。瑞秋告诉迪恩，他在跟老 B 联络时，会用粉笔在家门前的油桶做记号。老 B 有回应后，他会去渡轮上找他。瑞秋帮迪恩约了老 B， 但迪恩在渡轮上没有等到人。下了渡轮，迪恩在洗手间时，一名男子突然来到他面前。男子声称他就是迪恩要找的人，并搜出了装在迪恩鞋底的窃听器。男子伪装成一名出租车司机，但是迪恩上了车。在车上，男子不停地询问迪恩，大胡子此前给了他什么东西，说了什么话。迪恩一再表示，大胡子什么都没说，也没给他东西。这时，从后面跟过来一辆车，男子让迪恩说实话，否则他也帮不了迪恩。但迪恩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突然，一位坐轮椅的老人来到路中间，男子躲闪不及，与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。这时，男子突然拿出枪对准了迪恩，迪恩迅速反击，然后下车跑到一家酒店内。原来，这名男子是汤姆的人派来套迪恩的话的。迪恩虽然逃过一劫，但他身上还有六个追踪器，他的一举一动仍然在汤姆手下的掌控之中。这时，一个老头拿枪逼着迪恩进入电梯。在电梯里，老头先拿出屏蔽器，然后在迪恩的钢笔、电话和鞋子里找出了讯号跟踪器，接着又把迪恩带到了酒店的屋顶。原来此人才是老 B， 他责怪迪恩不该去渡轮上找他，因为迪恩已经被国安局的人全面监听和监视。迪恩一头雾水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老 B 表示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，但要求迪恩离他和瑞秋远一点。这时国安局的直升机正朝他们飞过来，老 B 意识到迪恩身上还有讯号发射器，他让迪恩把身上的东西和全身的衣服都扔掉，说完便消失了没影了。迪恩不明所以，只把手表扔掉便躲回了酒店里。他们的人发现迪恩身上的讯号异常后，便派人来到酒店查看。他们通过卫星影像轻易就找到了迪恩的踪迹。迪恩无处可逃，躲进了住客的房间里。这时他想起老 B 的话，赶紧脱掉了身上的衣服。至此他身上的追踪器全部解除，但在卫星监控设备下，迪恩仍然无处遁形。迪恩翻过阳台，跑到另一层楼的工作间里，他点火放到烟杆器下面，触发火警报警器。迪恩本想制造混乱然后趁机逃走，却不小心让整个房间都着起了大火。幸好消防队及时赶到将他救出，他们的人怕行动曝光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好跟在救护车后面。迪恩在救护车上醒来后，胁迫救护人员停车，然后下车逃走。他们的人一路追赶到隧道内，迪恩通过检修入口来到地下隧道，当对方进入地下隧道进行阻拦时，迪恩又迅速通过维修入口爬到了地面上，追踪人员紧跟其后，但由于地面上车流太大，无法及时上来追赶。当他们来到地面，以为终于抓住迪恩时，谁料迪恩竟与路边的一位工人玩了一招金蝉脱壳。到此迪恩算是摆脱了汤姆手下的监视。早上，迪恩的妻子跟随小狗来到院子里的杂物间，迪恩出现在妻子面前，向她解释发生的一切，并表示家里已经被窃听了，为了安全他希望妻子带着儿子回娘家暂住，直到他把事情解决好了再回来。妻子和迪恩和好如初。在提到圣诞礼物时，迪恩想起也许大胡子给他的东西被儿子当成圣诞礼物拿走了。迪恩想到保姆的车应该没有被窃听，于是他躲在保姆的车里，让保姆开车去半路接上还没有到学校的儿子。儿子把拿走的礼物还给了迪恩，迪恩看到这是一盘录像带。他去找瑞秋时，看到街上有国安局的监听车，便打电话给警察举报有可疑车辆在贩毒。监听车上的人知道他们被举报，不想惹来警察盘问，只好离开。监听车离开后，迪恩用瑞秋的方法与老 B 见面，然后翻窗进入瑞秋家里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瑞秋已被杀害，现场留下了迪恩的衣服，目的是想陷害他。迪恩成为了杀人犯，汤姆的人就更好找出他。迪恩在码头见到老 B 后，告诉他瑞秋已经被杀害，于是自己终于找到了国安局想要的东西。老 B 本不想帮助迪恩的，但想到瑞秋的死，他应该让国安局为此付出代价，于是改变心意带上了迪恩。老 B 有低血糖，需要不断的补充食物，半路他来到便利店买东西，让迪恩在车上等他。迪恩想到报纸上肯定会指控是他杀死了瑞秋，他怕妻子再次误会，便用公用电话打给妻子的好友，让他去家里告诉妻子这事儿不是他干的。迪恩以为使用公用电话就不会被监听到，但他不知道政府的监听已经无孔不入，正是这通电话暴露了他和老 B 的行踪。老 B 不知道迪恩偷偷打了电话，带着他来到自己工作的秘密基地。老 B 告诉迪恩，用的科技产品越多就越容易被监控，他这里没有电话和电缆，所以绝对不会遭到窃听。汤姆的人根据便利店里的监控获得了老 B 的面部识别信息，同时根据附近的卫星照片找到了老 B 的藏身之处。老 B 打开录像带，看到了国会议员被谋杀的经过，迪恩这才明白国安局紧追他不放的原因。这时报警声响起，老 B 这才发现国安局的人已经追来了这里。老 B 非常生气，他知道肯定是迪恩偷偷打了电话才暴露位置的。
不过老毕早有防范，他启动了定时炸弹，带着敌人和一只小菊开车逃走。他们刚离开，大楼就爆炸了。汤姆的人开车追过来，想要撞停他们，敌人开枪打中对方，才摆脱追击。此时他们的车子也着起了大火，只能弃车徒步逃跑。糟糕的是，录像带已经被烧坏了。老毕埋怨是敌人的愚蠢害死了瑞秋，现在又让他曝光了隐藏多年的身份。可事到如今，老毕和敌人只有通力合作才能活下来。他们抢了一辆车，来到一家餐厅。老毕告诉敌人，他曾替国安局做事，专门监听国际电话，但后来由于国际政治原因，他和搭档被追杀，最后只有他逃了出来，而他的搭档就是瑞秋的父亲，所以他一直照顾着瑞秋。老毕劝说敌人，现在必须隐姓埋名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，这样才能不连累到家人和身边的朋友。敌人却表示他不会选择消失，他要和家人在一起，要拿回属于自己的生活。敌人的勇气和对家人的爱让老毕动容，他决定帮助敌人一起反击。但现在他们手里没有了汤姆罪证的录像带，只能诱逼他认罪，然后录下来作为证据。于是老毕以录像带为诱饵约见了汤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见面时老毕穿上了警服，他料定汤姆不会当街射杀警察，而给自己惹来麻烦。汤姆的人对老毕进行搜身，以防窃听，但老毕早有安排。敌人看到他发出信号后，就打开了麦克风进行录音。老毕诱导汤姆承认杀害了议员和瑞秋，但汤姆没有上套。敌人非常着急，因为老毕交代过他，汤姆的人会扫描附近的频率，然后五六分钟就能找到他，所以敌人在录了四分钟后必须离开。眼看四分钟一到，却还没有录下有用的信息。这时汤姆的手下已经找到了敌人的位置，老毕让敌人快逃，可为时已晚，敌人刚打开房门就被打晕在地。随后老毕也被抓上了监听车上，汤姆用枪指着老毕的脑袋，并问录像带在哪儿。敌人见状便表示他把录像带放在了一家餐厅里。来到餐厅门前，老毕发现这正是黑帮头目的餐厅，他立即明白了敌人的用意，但也为他的冒险做法感到担心。敌人带着汤姆等人来到黑帮头目面前，汤姆要求黑帮头目交出录像带，而黑帮头目以为对方就是拍下自己罪证视频的人，他可不会把自己的罪证再交出去，再说他已经为这盘录像带付了钱。然而汤姆和黑帮头目不知道，他们所说的录像带根本不是一回事，这是敌人的一箭双雕之计。双方僵持不下，一场枪战一触即发。监听车里的人看到这种场面不知所措，在老毕的怂恿下也冲进了餐厅。此时汤姆怕事态扩大，放下枪求和，谁料一声枪响导致局面失控，双方开枪互射，一阵噼里啪啦后，汤姆和黑帮头目都被乱枪打死。老毕从监视器中看到敌人毫发无伤，便抱着猫悄悄地离开了。当时在车上，汤姆逼问老毕录像带下落的时候，说出自己谋害参议员老韩的事情，而这些对话都被技术员小胖录了下来。小胖对此的解释是，当初不是说好是演习训练行动吗？最后电信安全与隐私权法案也无疾而终，敌人和家人也终于回到了以前的幸福生活。看完这部电影，让我深深感觉到做个平头老百姓真好。影片中虽只显露出了冰山一角，但足以让人感到绝望毫无反抗的念头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关注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